今天这个活动就是 Runway Production 的一个毕业典礼，就是 Graduation Show， 然后我们也是担任了化妆师的身份出席的，哎呀，也是我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出席的。可以介绍一下我今天穿的所有东西，然后今天穿所有东西比较特别一点，所以你们自己看到我们就知道了。Yeah， 然后我的底妆啊，我的妆容啊，我的 accessories 啊，我全部都会分享在这一期视频里面，就是这是穿搭，因为我现在是故意在给你们拍。Yeah， 而且我终于找到一个位置是可以拍到我全身了，因为之前拍了两期视频都我要跪下了，因为之前拍了两期视频都看不到我的全身，今天终于找到一个角度了，我们先看我们的比赛啊。会蛮多人的，所以我的底妆呢，我一定要做足给它一个持妆的效果。护肤类呢，步骤不能太多，因为如果太多的话，就会让你的粉底部分了。底妆之前呢，我就用这一支107的 Serum Mist， 它喷出来就是这样子的水状的，它不会像我们一些精华乳来到这样 heavy， 所以你的底妆呢就会更加的保湿，可是也不会出现一些浮粉的状况。在我们的底妆吸收到差不多78%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 Serum 了。皮肤比较暗黄的话，你可以用它这一支 Hourglass Primer， 它可以帮你提亮回来，就不会让你整个皮肤这样蜡黄的感觉。你会觉得它是白色，可是它涂上去过后呢，它这样子你一推开它过后，它是有点微微的紫掉，它不会很紫，所以你不用怕你涂上去过后你的脸是发紫。每次要录视频啊，它在给我转，帮我转什么东西，看到吗？直接是提亮了。如果你不懂妆前乳要怎样选的话，你可以 click 这里，这里有个 link 的，你们可以去看回这一期的妆前乳，这个是妆前乳大全，就整集都是在讲妆前乳的。上完 primer 过后，给一点点时间它吸收。虽然我这个 primer 它是比较算是控油，说它不会有那种滋润的感觉，不会有黏黏的感觉，可是你还是最好给一点点时间它去吸收。然后在这个吸收期间呢，我们就来画眉毛。那今天的眉毛因为头发都已经盖着了，所以我就会只是带过，给它一个自然的精妆出来就好了，不会太过于的去刻意去挑那个形状出来，我就会顺着我的毛流感这样子填补回一些毛流下去罢了，过渡一下那个线条，不要给它这样粗，你看啊，这样子刷过后就很自然了，一种博物感的眉毛就出来了，就是这样简单吧。Okay， 另外一边我就挑过了。对，所以眉毛好了过后就可以开始修饰一下你脸上的一些瑕疵，所以我会弄走我的黑眼圈，因为我的黑眼圈是蛮严重的，所以我就会用这个去掉的。用这个去掉的，不管用什么去掉都可以。OK， 这些我就不太过于的详细去讲了，因为不然会视频会太长，所以我就会跳过。总之就是要下雨了。这黄色 Peripera 的，你们可以用其他 brand 也是，我会用 liquid type 的。liquid 跟 cream 有什么分别？就是 liquid 它不会这样厚重 ，cream 它会比较厚一点。So， 点在黑眼圈这个位置，就是特别比较暗沉的这个位置，还有一些如果你有痘痘啊，比较红的痘痘，你可以这样子叠上去，这样嘴角也可以了一点，看你个人。OK， 嘴角是给它提亮一点效果的，法令纹也是可以，就是看你个人。OK， 然后也是晕开它，痘痘这些啊，就是它比较难去遮的东西，就是你给它亮一下，给它干一点点才去遮啊，看到吗？立马就不红了。我会先用 foundation 再到 concealer， 以前我是 concealer 再 foundation， 但现在我是 foundation 再 concealer， 因为我现在会用 brush 来上，我以前是用 beauty blender， 因为我今天想给它持妆一点，持妆一点的话用 brush 它会比较持妆一点，这样子来一个先，然后就快用你的 brush 这样子晕开它，这样它就不会干了。而且这个迪奥的粉底它真的是很像麻生的皮一样的，要刷着上面的一些余粉，这样子带过我的眼皮。Okay， 眼皮这里不要放太多粉底，不然还会有一条线在那边的。然后前面这个位置呢，我就会再用一个比较白一点的粉底，就取一点点的亮，然后这样子点在下面这个位置。Okay， 就是给我整个面中提亮。Okay， 看到它就提亮了。因为我这样子的时候还会有自然，就是弄到我的脸会变得比较小样子，因为你的深色就是你的 shading， 然后它就会很像把你的脸变小了。整个这里的位置都是一个 shading 的，然后也是用这个 MAC 的 Omega， 呀，都是它。修容呢，我会分成两次，就是我现在会大概画一个先，然后我再上了我的定妆粉过后，我会再上一次我的 shading， 因为我这一个呢它是上在里面的，然后我再上一个定妆粉的话，它就再放在上面，然后我会再上了一个 contour， 所以它就会有一个 layout 的感觉。然后定妆粉呢，我会用这个花西子的粉饼，因为粉饼呢，它就是粉饼是这样子的， OK， 它
它会比较有控油的效果，就是它不会让到眼睛这样会控油。我觉得户外可能会一点点出汗或者比较容易出油，所以如果我在用高光的话，它会让到我整个脸油油。我不喜欢太 glowy 的妆容。我今年想要的妆容是 fully matte 的，所以我会整脸都上地妆粉。matte 的整个妆容会比较高级一点，而且它会比较遮瑕，比较 flat， 比较磨皮，分辨看得出的。豆哥还有提到，就是我会再上多一层这个contour。OK， 然后就到我的脸的这个修容，我用 Peri Pera 的这个V shading， 它的是比较灰调的，所以你也是不用担心它会颜色奇怪。所以我整个脸就已经修完了，所以我现在就可以进入我的眼影。眼影我也是会用这个，就是我来去去的用它，因为我喜欢它的巧克力色。之前呢，我拍了 Fashion Week 的这个美妆的 video， 可是我在 clear 我的 MacBook 的时候，我不小心 delete 掉那个 file 了。我是在 empty bin 里面 delete 掉这个东西，就是 clear 完我整个 file， 所以我那个 video 里面的整个 makeup tutorial 就没有了。OK， 所以我今天就是比较会 smoky eye 一点，所以我就会用直接用这个 dark brown 最后一个 dark brown 来 cover 我整个眼睛。OK， 然后我这个 dark brown 会从眼睛的睫毛根部 blend 上去。OK， 所以大概就是会是这样子，就是根部是最深，然后中间是浅，然后最上面是亮色，然后眼尾我会给它再深一点，然后我就会这样戴下来下面了。下面呢，我不会框完这个眼睛，我会上在我这个黑眼珠的外侧。然后我今天戴的 lens 呢也是这个牌子的，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它最近的 lens 真的是很美了，我很喜欢他们最近的 lens， 就是很自然的灰调，就它的灰调不会到好像很夸张那种欧美风，但是就是亚洲人戴的灰调也非常自然，所以就是这样子。我今天这整个眼妆就会这样子，然后我会再去贴一个双眼皮回来的。OK， 所以我现在去 copy paste 我另外一边的眼睛，然后我再点来一个双眼皮，再回来给你们看，就这样子眼妆就好了。然后为了让我的眼睛干净一点，因为通常化妆水可能会看起来肮脏，我觉得也是会用回 MAC 的这个 compact powder 来压在我这个眼尾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给它干净一点，你也可以在你的卧蚕这个位置中间提亮一点，然后最后也是用回这一个 compact powder 去压一些你觉得比较容易会出油或者比较容易掉妆的位置，就是像这些痘痘啊，然后眼角这种位置啊，比较暗暗的、沉沉的，鼻翼啊这位置啊，泛红的、全部这样子带过压一压它就好了。你有任何的一些打底的口红，你们可以先涂，因为我觉得这个口红它可以弄到我变白，看到我一涂了过后，我觉得我整个脸都白了，然后 lay up 它，都会涂在嘴唇的最里面，不要给它比较正中间弄出来，比较自然一点，男生啊不能涂到太生硬的感觉。然后头发我没有做 tutorial， 是因为我昨天才去弄麻了，然后还不能夹，所以我整个头就是靠吹的，所以我吹了一个小时，给还有这个弧度出来。然后我现在就要去换我的衣服了，然后带一些 accessories， 因为那个皮肤，然后因为那个衣服呢，我是接回来的，就是我朋友的，因为我那天看他出席晚宴的，我觉得很好看的，我觉得我可以接我，这样我就不用去买衣服出席这个活动了，好像没有。So， 呀，然后那个衣服我觉得有点太 plain 了，太单调了，不是我的风格，所以我就会加一点 accessory 下去，所以这里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So let's go。终于找到了一个角度是可以拍到全身，因为之前那些视频每次都拍不到，所以我就来这。可是不懂你们听到我声音没有？我不懂那个麦收到 OK。所以我就穿这个西装，呀，那个纸袋有点烂了，就是呀、that's、my problem OK。我这一件衣服呢，就是借我朋友的，然后还有裤子我也是借回来的，可是因为不够 budget， 所以自己来 OK， 自己去拼西西 OK。之前不是有一个 video 很出名，就是来什么 ？Zara Zara Zara Uniqlo。Chanel， 耶！毛衣、秋裤、袜子、短裤、耳塞，耶！Chanel， 淘宝，耶！天 A 朋友的蓝色西装，跟 B 朋友的黑色西装裤，我是真的还没有穿上身看过了，所以我现在也是真的是蛮期待我上身后的这个效果会是怎样的。OK， so let's go， 耶！退，啪。有无聊 ？OK， 所以我穿好过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鞋子呢，我会配一个黑皮的靴子 ，boots。OK， 因为不能穿进房间啊，我家里的母老虎没办法 ，OK， 所以就不能拿。然后这一件衣服呢，跟之前的也是一样，它是一个
外套来的，就是西装的外套来的，然后我就把它变成内搭，然后我就把它塞进我的西装裤里面，然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因为很空是没有错，我就会加一些 accessory 下去。之前有在淘宝买到 like something like 这样子的东西，对啊，可是我不懂它是怎样扣啦，我就想我今天的整个 outfit 它是会有那种 pearl 的feeling， so yeah, 我在想这要怎样扣这个东西，因为很乱，所以。我有想到，就是如果我去直接东西这样子放在这里的话，就会有点太普通了，就是很像就普通男生的 like normal 人会手表，所以我就想来 maybe 我可以来高一点，就有点像 like K-pop 的感觉了。我今天不想走 K-pop 的风格，我想走了 high fashion 的位置。对，我就会套在我的腰这个位置，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套在低的话，就会看到我很像脚短；如果我套在高的话，就是我的腰是从这里开始。本来 actually 我的腰在这边，所以我就会看到我的脚比较长一点 ，yeah。所以我就会去搭配一些 accessories， 本来我也会怕就是太多东西了，所以我先戴上去，然后再看怎样。这个链呀也是我朋友送的，不是借的，这是我的。呀、yeah, ，我觉得它的design 蛮特别的，就是它的每个珠跟它每个 diamond 都不一样的线。会不会太多啊？突然觉得像很多东西在我的颈啊，来我的身体，会太多，还是我不要这个，还是不要这个，有点犹豫啊。那边叮叮 ，OK， 那边叮。我不要那个表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很乱的感觉，所以我就带了两条珠链，我觉得好像比较 high fashion 会好一点。怎么会有水声啊？这个动作有点丑。所以我的耳环呢，它戴上去就是这样子的。我现在是跪着给你们拍视频。Yeah, 虽然我没有很喜欢这两条东西啦，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两条，又有点很单调呀。Yeah, so this is my final look. Yeah, yay, go. OK. 没事吧？的鞋子呢？我要出到去采访，所以我就看有没有朋友帮我拍一下我的 full outfit， 因为希望应该有 OK。然后我今天还有，我突然昨天晚上才收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今天要走 runway， 就是我不懂是一个人走还是全部人一起走，希望是全部人一起走啦，就没有这样压力啊。而且是前一天才知道的。Yeah, OK, so 我现在要去准备出门了。Yeah.He don't smoke, he don't go out, he doesn't drink, but he still died. So life is very short. Whether you are old, you are young, as long as you are healthy,
I think COVID teaches us, as long as you are healthy, just live your life. You don't live your life once, you live your life every day. Thanks for coming and supporting Beth.大餐。